法师、诸位同修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合注》第1089页第四行啊，第四行，众修福善，这一句经文就是修善众福。本经广劝舍恶行善，这一句很重要，而且很现实。每个人都想自己有福，多福多寿啊，长寿，长寿也是福。善福从哪里来的？要修啊，所以善有善根啊。从根本上去修啊。佛教导我们，是善业道。容易记，不难，要常常放在心上，不能中断。没有福的人，没有寿的人，可以得大福报，可以有很长的寿命。所以你要晓得福的根在哪里，善的根在哪里。本经广劝舍恶行善啊，这一段事情，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讲了多少遍，可以说是这48品，每一品都提醒我们。希望我们全经记不住，这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菩萨道上的一帆风顺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他下面引用观经
劝我们勤修三福啊，这是净宗佛善的大根大本。啊，这个三条经云，观经上说的，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。啊，没有这三种福不能往生，一定要记住。啊，佛说话不是开玩笑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弥陀、释迦都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实话，特别是这部经啊，这一次的讲演，认清楚敬业三福，是佛善的大根大本。经云，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。经云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你想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三种福一定要修。第一种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中年以前啊，四五十岁，很多父母都还在，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养？这个里头孝特别重要。第二个，奉事师长，尊师重道，老师对我们的恩德跟父母养育之恩可以相提并论，对父母讲一个孝字，对老师讲一个敬字，尊敬。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，所以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。啊，大福之根，大善之本，这两个做不到了，其他就不必说了。修行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啊！五千年来，中国这个族群接受了儒家跟佛陀的教诲，入佛的福善根本完全相同，
儒家从小教小小孩重视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三岁就开始教啊，父母给他做榜样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孩子的祖父母还都在，孩子亲眼看到父母是怎样对他的父母，所以你能孝亲，你的儿女长大了懂得孝亲，孝顺你也。你对父母不孝，小孩看惯了，纵然怎么教他，他没有信心，这是你们没有做到，我也不必做到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，满清亡国之后，民国成立了，对于这八个字疏忽了，向外国人看齐，外国人没有孝敬这个念头，中国文化里头有，外国文化里头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动乱的社会，遭受许许多多的苦难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把孝跟敬丢掉了，这是真因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如果我们要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，将来还能够往生净土，无量寿经上的经训教诲就应当重视，不能随便看过啊，字字句句我们要落实，变成生活，变成起心动念啊，变成自己的言语造作，这就有救了啊，这一生。肯定不会白过。啊，上上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，跟阿弥陀佛同样是无量寿啊，接受阿弥陀佛教诲，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化，你做得到啊，你有能力分身，像佛一样身分无量无边身，去十方礼佛了，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，拜佛是封持四长，我们拜佛佛慧双修，是福，佛为我们说法是慧，所以佛慧双修啊，这么说起来，父母老师比父母更重要，事实如此，不能不知道，知道之后要掌握机会，这个世界这个地区还有哪些是善知识啊？真正认识，有善知识要亲近，
要听善知识教诲，依教奉行，得大善大福。后面还有两句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，慈悲是真心，是自信，第一德，大德大能就是自信啊，修十善业，把佛家的根本大戒说出来了，身三口四意三，身三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十善里头第一条，对是身体。第二口业，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欺骗别人啊，恶口是说出来的音声语言，叫人听起来很难受，啊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妄语是不忠实，不忠实，不老实，啊，口业四条啊。口最容易造业了啊，幕后以起心动念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凡夫起心动念贪嗔痴，我们自己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反省，就这十条，哪几条没做到，哪几条又犯了，啊，必须要改过自新，要真正忏悔，断恶修善了，十善的这个十恶的反面就是十善啊，杀盗淫是恶啊，贪嗔痴是恶啊，妄语两舌绮语是恶啊，断恶修善，啊，三第三啊，这个下面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仪。三规，我们在讲经之前都把三规恭恭敬敬念一遍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佛弟子要依靠佛，
佛教导我们要以佛法僧为师，所以教我们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佛不在了，法还在，还有很多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代表佛来传法度众生。这样有修有证的大德可以做我们的依靠啊，可以做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应当恭敬，像恭敬佛一样，并不是老师要我们恭敬，而孝敬可以吸收。智慧德能，没有孝心，没有恭敬心，遇到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。所以孝跟敬这两个字是根，根之根啊，根本的根本啊，绝不能小看了，绝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这个机缘。啊，修孝、修敬的这个缘分，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。啊，居足中戒，佛制定的戒律很多，最简单的就是十善，刚才讲的十善业，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十善，所以十善是所有戒律的总纲领啊！能抓到十善的时候，戒律功德就圆满；十善要是破了，戒律就没有了。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威仪是规矩，是礼貌。啊，到哪一家，他们家得有些规矩。啊，要遵守，不能犯过失。啊，特别是宗教，每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规矩。啊，这叫威仪，都应当遵守。这三福的是第二条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全尽心者。前面二福是修这个是根本，啊，第三把它扩大，我们不做小乘，我们不学罗汉，我们学菩萨。菩萨怎么样？菩萨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，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，发菩提心就像禅宗里面所说的开悟了，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，
啊，悟了之后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之后，帮助众生，教化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开悟。所以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与我有相同喜好的人，喜欢读书，喜欢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啊，身与意三业的行为，啊，怎么修？依照十善业道的标准，啊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意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我们自己真做到，就是劝进别人；我们自己没做到，劝别人，别人就是骗他，真的是骗他，他怎么会接受？所以劝别人先劝自己，自己没做到的不必说。要真干呐、啊，为什么？真的福的善，你要不要福善？如果你要要福善，要福要善，你就得真修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他们有大福德，从哪里来的？生生世世修习得来的。啊，佛善每个人自信里面是圆满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现出来？自己有而不得受用，原因就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。烦恼习气是什么？就是十善反过来是恶，身喜欢杀盗淫，口喜欢妄语两舌绮语恶口，意喜欢贪嗔痴。这样一来了，你福没了，你的善也没了。所以众修佛善呢，不能不深知，不是浅知，深深的明了知道精业三福。前面所念的这精业三福，菩萨修的，开发心德，现在的是大善大福啊！只要你肯做，不怕没有。啊，我这一生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。啊，我命里头没有福，没有善，所以这个一生活得非常辛苦。艰难困苦当中煎熬出来的啊，还好就是很小的时候受过父母的教训，有一点孝心啊，对老师呢会恭敬，
改变了我后半生。那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是重大的一个转变。那从哲学里面认识了佛法，遇到张家大师，我跟他3年，佛法的根是他给我扎的。啊，最后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经教10年，命运转变了。正如甘珠侯佛告诉我的，对，你的命转过来了。那寿命只有55岁，过去了，将来的寿命很长。福报很大。到什么时候才看见？到90岁才看见。啊，26岁开始转，90岁效果才看出来。啊，现在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。我知道这得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。知道感恩了，祖宗恩、佛菩萨的恩、一切众生恩，啊，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，身心因果。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报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读诵大乘，每一天不能离开经本。不能忘记佛恩，要努力精进，遇到有缘众生能接受佛法的，能接受传统教育的，要帮助他，要劝导他。要帮助他，说如此三思，名为敬业。啊，其第一福当中，一见十善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观经指示，余生必破，当修三福，由是可知，修善重福。于修尽者，实不可活。这几句话重要，希望大家记住。那修善重福太重要了。啊，真正想修净土的人，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要把这个事情修福啊，修善当作两桩大事情来办。有这个缘分
要抓住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没有这个缘分不必找，不攀缘啊，攀缘会生烦恼，不攀缘没烦恼，心永远是清净的。永远是善的。啊，给你自己是欢喜，是自在。啊，我们自己享受这两个就够了，啊，欢喜自在，与明文利养不相干。这些不能不知道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求生净刹这一句经文，是为一大藏教的总规，不但是本经归宿，他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的总结，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能信，你愿意往生，你肯念佛，好了，佛心里正欢喜，这个众生得度了，这个众生圆满了，成就了，毕业了啊！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最后都是直归净土就对了。我们修净土的人能不能去读读别的经典，天台家的、贤首家的、法相为师，啊，贤教密教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？可以，只要你求生净刹就没错啊。我求生净刹可不可以？那些经典我都不想读，浪费时间太多。一句佛号能不能往生？能，恭喜你，你走近路。这一句佛号是最近的路，你走到岔路上去了。所以佛才讲一切经引导你回头啊，大经要从大经上觉悟回头啊。这个路我走过啊，我从入佛门就喜欢这些大经大论，遇到李老师的时候，老师才帮助我回归净土啊。可是那个时候年轻，没在意，
啊，还是喜欢广学多闻，没专一，对净土不反对，啊，也念念佛，心不转，啊，到85岁，那个时候讲华严，做了认真的反省。修复这么多年了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没有。这一反省呢，自己害怕了，恐惧了，不能往生，来生再到人间天上，这个有把握。不行啊，人间天上就又迷了啊。搞得不好造恶业，还要堕地狱啊。你说多可怕。所以非常认真反省，把华严放下了。我讲经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要求生净土。往生净土之后，个个都是像阿弥陀佛无量寿，寿命长，有的是时间，跟到阿弥陀佛再去广学多闻，我是这么个想法。啊，大经大论我要学，什么时候？到极乐世界再学。在这个世间不学了，专攻净土，专念弥陀。我走个近路，这个近路是很有把握的，绝对可靠的，不会叫我失望的。我走这条路。黄念祖老居士知道，我跟他谈过，他听了哈哈大笑，非常欢喜。对了，完全对了，他给我印证。啊，所以他劝人的时候，常常拿我来做例子。啊，一生讲华严、讲法华、讲楞严、讲这些大经大论都讲，啊，最后统统丢掉。老实念佛是个好的榜样，是个好的例子。啊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要干有把握的，没有把握的不干。没有时间了。年年一年一年增长。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。这个抓不到，我们的损失太大了。啊，越专越好。不能专还想念念金刚经，念念地藏经，行不行？行。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不把读经、诵经的功德回向，那就白念了。啊，那不如老实念佛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自己反省，自己要有把握。没有把握，学海鲜老和尚。海鲜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
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真正是把总纲领抓到了，不但是净宗的总纲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的总纲领，这个点抓到了。他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，给我们做证明啊，做证传的。我们接触看念老的注解，求生净察视为一大藏教之总规，这一句不要忘记。华严原是主教，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，释迦牟尼佛传的。华严确实了不起，圆满总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，可是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知道。所以《金经》这部经正是华严中本，前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中本华严，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察，普劝有情同归极乐。今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，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，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时与众生同入弥陀，亦称愿海，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，信愿行中。愿是书籍，出生死海为乃愿望，愿望阿弥陀佛啊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。所以最后就靠信愿持名，就靠这四个字。死海是六道轮回，永远超越六道轮回。对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，方便多门禅密教观，84000，门门皆可，但是归元无二路。住方便中，究竟方便，唯在往生。这些话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究竟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，就是念佛往生，修行他法，日与今生超脱三界，这为难行道啊。为此求生净察，成为异行。
净宗，真修首推持名，但现于门，而能发愿求生，亦为弥陀摄受，横出三界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。啊，用这一句总收前面所说的这部经，啊，最后归到求生净土。我们要晓得弥陀释迦用心之所在啊，为什么能生？那说个实在话，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我本来跟释迦佛一样啊，很不幸的，现在变成凡夫，怎么变成的？一念不久就坏在这里。一念不久是什么？是无明。无明不久生三系。三系六处，法相为师所说的，宇宙的整个宇宙事实真相，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们迷了。如何回归自信？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怎么回归？放下就是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无明，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。只要你放下，马上就看破。所以放下是功夫，看破是智慧。一真法界就现前了。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，教下说大归圆解，大彻大悟就成功了。佛如是说，如也如是说。啊，儒家也承认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心相近，习相远。心相近是佛菩萨，习相远是其他的设法界。啊，除了佛跟菩萨，其他的八个法界都是染物，染物轻重不一样，所以才有十法界这种称呼现象。我们搞清楚搞明白，今天有一个机会，弥陀释迦给我们的
啊，介绍给我们，真心切愿老实念佛，就能回归这个世界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全是假的，假的就应该放下，放下就见性了，自信障碍没有了，小悟大悟，大彻大悟，回归自信啊，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，容易回归啊，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，不容易回归，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。幕后这一句话，求生信差总收千万，这八个字好，太好了啊！求生净差总收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终极的目标就在极乐世界，只要你生极乐世界就圆满了，得佛法的大圆满。牢牢记住这一句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